嗨，嗨，瑶瑶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首先我想跟你分享几张照片，因为我最近去参加了我的大学的毕业典礼，我从大学毕业了。然后，因为你也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人，我就把你的扇子带来了，我就跟你的扇子拍照。谢谢。哦，是在哪？是在悉尼大学，哇哦，学校好漂亮！谢谢，对，像那个《谢哈利谢波谢特》谢，的，对，对，我觉得后面那个地方特别的好看，对，对，是哇的，哦，然后就是恭全身的，喜！谢谢，你猜我是什么专业的？哦，这个好难猜，因为专业太多了，对，有提示吗？就是。文科的，文科，历 史，不是，是法律。厉害了，然后我想跟你恭喜说，恭就喜！是下次如果你去拍连续剧或者接受拍电影什么的，我希望你可以演一位律师。OK，有机会的话，当然想，因为特别有意思。你就像那个之前，其实港剧就是特别多那种，就是法剧的那种绿，就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审判那种的，就是以前就看到就觉得哦，挺帅的，对，可以穿着西装，帅帅的那种。对，对。然后在国外留学也不容易，然后恭喜你毕业了，然后对，新的一年希望能顺顺利利的，然后想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我们时间到了，结束，拜拜，下好次的，见，拜拜拜，下次见。